妈不？你说你，我不叫马大妈。你叫啥呀？我叫马翠花。翠花上酸菜。人家过年都搁家，你没事搁大街这一趴，你干啥这是？干啥呢？过来，啥呀？把这个换出去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啥玩意儿？哎，高粱红演出队，你这啥意思？招收二人转演员。啊！快呀！快！快快快！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地区今年遇上了百年大旱。对，眼看着颗粒不收，吃不上饭，多亏了各地领导下乡扶贫，带领咱们艰苦奋战，才换来这五谷丰登、山花烂漫。所以咱成立个二人转演出队，听说省领导还要来给咱拜年，咱大夸二人转，那领导们好好看看，好主意。马大不是马翠，马大翠花，翠花大妈啊，翠花大妈，咱们村是二人转之乡，你这一招呼就来这一大帮，什么文物厂、上下庄、裴情、蓝桥、大西厢，个个唱的都不扛，对，赶不上赵本山，也能赶上潘长江。停，比赵本山差的一个我都不要。你这条件这么高呢？这书记啊，大板，我，大板，村长，哎，来红红，别笑，问题主任，吹喇叭。哎哎哎。啥时候升的官啊？村委会今儿就归你管了呗？你意思咋的？你们都管我一年了，我管你这一会儿不行啊？多少钱呢？不好使啊！行，今儿让他管一回。哎呀，不对，闹了半天，这不还他说的算？有报名的吗？报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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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忙死他一个一个的。大妈，大妈，我报名，我报名。呀。这不是老王家那生铁蛋子吗？进城打工一年半，回家愣说媳妇儿不好看，不听说你不听劝，说啥要把媳妇儿换。哎呀，大妈，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吗？现在呢？现在俺家评上村上文明户了。那你媳妇儿呢？我媳妇儿在家看花轿呢。跟谁看看你？我自个儿唱。不行，不行，二人转，二人转，一个人唱不好看。小会计来吧，来呀。妈的妈，这什么？哎，你这家伙！可是啊，大妹子，他管我叫大妹子，这大妹子啥眼神儿？咋的？过来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大妹子，瞧他们说这话，好像有点瞧不起我。啊，咋的？意思我长得也困呢，长得也磕碜，吓人呢，长得无组织无纪律，真对不起大家。就这样还犯昙花一个女人家？你拉倒吧你！哎，你笑真事呀、啊！我不跟你唠别的。你看我这样，我长得磕碜，我有活啊！你看我这两只眼睛，绝对的绝活、啊！你看看，观众看，注意。你笑，我一个眼人，我还能上那边去？好，真是。哎呀，长得是磕碜，昨晚还上坟地，鬼都让我吓死了。少说多唱。省了闲言酸大将，就是嘛，是是，妈的妈，哎，我给你来个造型，你看我这造型不错，我看看，这不吊死鬼吗？这不是，你俩还有完没完？有完了吗？有完有完，那还不少人呢，你赶紧整，赶紧整，哎，哎，乐队师傅，请请。混乱
胡子长啊，旁边的花呀哎呀，都在春夏季。大领导能没坐坐吗？耽误你坐这儿去。呀，这不是老胡家那小胡闹吗？老叫小名干啥呢？打麻将净点炮，输的媳妇儿或孩子叫老丈，说你不着调，一生气把姑娘接回娘家去，你自个在家没招没落，到下边搂着白板红中睡觉。这真是全人头子了。大妈呀！经过开展公民道德教育，我改了。不信你问我媳妇儿，媳妇儿来了，我接过来的。好，那就他胡闹接媳妇儿。啥胡闹接媳妇儿？他们唱花儿好，我就得唱幼儿园。花儿好，幼儿园，对，大吉大利过大年，唱。哎，好，好，打开地方。好好好，媳妇儿来。哎，慢点。慢点，咱回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问你，是麻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？还是麻将重要啊？哎呀，孩子重要。妈呀，你回来呀！妈，你轻点嘚瑟行不？这是咱俩合资的产品呐！你要把他嘚瑟灭火了，我跟你玩命啊！现在你咋知道心疼了？一玩起麻将，你咋就把他给忘了呢？我啥时候不心疼你了呢？那我问你，以后还玩不玩麻将了？不玩了。真的？玩不了了。为啥玩不了了？四缺三了。那你那些赌友呢？大狗、二牛、三帮子，他们都干啥去了？都上村文化中心去了，学科技的，学唱戏的，就连三帮子也去学给母牛保胎去了。那你咋就不学呢？媳妇儿啊，你要跟我回家我就学。真的呀？嗯，那我得先问问你，我离开家这么长时间，你想我没呀？你说呀，想我没？说呀，说呀。你说我这些也丑呢，你说不说？说。我没听见。晚上想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掉老亮子了。媳妇儿啊，我真想你呀。这还没完呢。
萝卜晒了干啊，小白菜打了蔫啊，磨到毛驴转了圈啊，接着再唱三更天吧。学逗唱绝
拼活。对，你会吗？就是，哎，用你们中国话说啊，那叫是金子是铜，拿出来看看。啊，是骡子是马，拿出来验验。哎呀，我会不会唱？你得让我上台练练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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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唱两句就唱两句，他们唱花儿好月儿圆、哦、你唱啥？我唱三香情。那好 1, 2, 3 人马蹄人算火锅，小伙子帮忙把汤换煎，姑娘们叫我唱女歌，太太见了心疼乐，他怕我见死前换老婆来做呀，开个玩笑嘛。嘿，唱完了，大家都别走了啊！我请你们到我家干啥？